大家好，我是郑儿。昨天发了一个我们买车子贷款的视频，然后下面评论区就有网友评论说，我们是打肿脸充胖子。还有人，反正了解我们的网友都知道，我们的平常的生活是很节俭的，我和我老公也不是高调的人。确实是，现在是有这个需求，因为老公上班比较远，坐车子也不是太方便。如果说我们是为了面子、为了虚荣买车的话，早在几年前就买了，因为我老公的驾照考了已经有6年了，到现在才买车。如果不是现在真的有这个需求的话，估计现在也不会给他买车。再说了，十来万的车子在现在已经是很普通的了，也不算什么高档的车。如果说真的要打肿脸充胖子的话，这个车恐怕还够不着。大家说我说的对吧？老公又在做饭了。看今天晚上烧什么好吃的呀？烧一个宫保鸡丁，然后再炒个白菜，烧个汤，番茄蛋汤。可以，不错。这真的是白菜，好白。好看。本来想着用白菜跟粉丝，然后放点肉一起烧的，然后今天家里没有别的素菜了，就想着炒这个白菜吃。这个宫保鸡丁是半成品，这个下班回来烧特别方便。一个大番茄，等会儿烧汤。放点胡萝卜和青椒在这个宫保鸡丁里。这样营养更好，看着也好看。好吃又好看。上海这边叫卖相好，是吧？叫马相好的。啊、这个酱汁是宫保鸡丁里边配的，买来就有的。本来宫保鸡丁里面花生米是脆的，这个还有一点脆，是吧？好吃。米饭好烫，你吃了会有没有味道？
这个米浸过了以后，你看它这个饭煮的好一点了，是吧？嗯。嗯，我不喜欢这个味道。好烫。是和披萨的味道一样的，很像有酱。就是那个奥尔良鸡腿的那种味道，不喜欢吃那个味道，奥尔良风味，那个鸡腿就是这味道，是吧？必胜客里面有一款披萨就是跟这个味道很像，嗯，就鸡肉披萨是吧？我爸以前点过给我吃，就这个味道。我吃不来这味道，你喜欢这味道？还可以啊。还可以多吃点。嗯。来怕啥？你要吧。慢一点吧。拿这么大一个勺子舀。就本来舀汤了嘛。对呀。等你了，还有菜，我自家跟我全肉。我也有。为什么好多人喜欢这个奥尔良风味？我不喜欢这个味道。每个人的爱好口味不一样的，就像有些人喜欢吃甜的，有些喜欢吃辣的。嗯。